刘诗诗绣春刀不粘男主角，天下七夕正常过。别的女人刘诗诗和张震的新电影绣春刀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。我讨厌你的飞服，还有那把绣春刀。那个是诗诗跟张震的恋爱故事，没想到。在戏里也是你追的他吗？应该可以这么说。我让他去救我喜欢的人。哎呀，因为张震已经是人夫，诗诗也有爱人吴奇隆，比嫌比超大的。很重要，我们爱的是另一个人。哦，怪不得两人老站这么远。朱琛要他们亲密合照。我没了。来来来，再定格一下。可以吗？这是最遥远的亲密。对，诗诗和男友吴奇隆日前被网友拍到在日本吃带恩爱逛街，朱晨特别关心了一下诗诗七夕情人节怎么过的。正常过啊，就是有过的意思啦。主演之一的李东学因为本片被封最萌锦衣卫。你是怎么卖萌的呢？现场来一个。那不行，必须要花钱买票的。苹果了 online 要去我们的电影院里面报道。